都只在那边写字。开箱时间，超轻，钢瓶，哇，这个钢瓶怎么那么重？它才425克的二氧化碳，就是这钢瓶很重，因为它要承受那个很大的压力，塞在里面，425克的二氧化碳。他写出这个是1公升，他是说打了汽水会变多哎，就因为你气溶解在里面，所以你如果一瓶汽水打开，它的那个位置会下降。1公升的名字是说明书，空瓶换新550，加了糖浆加气泡就会变汽水。太吵了！哎呀，你要来喝气泡水吗？我的汤姆猫接力鼠王啊！下面等等，它的瓶子还有保存期限哦。哇塞，真是黑钱啊！告诉你说，你一段时间就要换掉。2024，我来倒点水。你这个吸尘器，哎呦！没什么水啊，没什么气啊，你是按太要按久一点是不是？它只要瓶子就炸开了，这个是有气啊，这个有气，有一滴滴，因为是常温水啊。倒瓶杯子啊，你倒那个，只有一滴滴气，你使用错误吗？是不是使用错误？那它一定要用冰水才行吗？就是不能用热水啊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又不能用热水。哎呀！怎么没什么气呀？有啊，有气呀、啊！嘿嘿，看，哦，有气耶！赞哦！你要来喝吗？来，喝起来！二氧化碳水。嗯哼，这还可以盖起来保存哦。真的是二氧化碳水，水都就变还有味道，就感觉水就有味，就变成气泡的味道。它没有味道啊。这气泡水的用意是干嘛？只是喝起来爽而已嘛。漱口啊，漱口，你就可以吃少一点东西，你一下就撑了这样。那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就你的肚子都是空气，所以你就在水里面一直吐气，就会有气泡，就有二氧化碳。嗯，所以他有说一定要装到这个水位线吗？好像也没有，也不是插到水里面，它是根本没有接触到水，然后它就这样气就给它打进去，这保证。看说明书，它只有写出不能放空瓶啊，装了一滴水就不代表空瓶啊。一滴水就不是空瓶了。对，装个10滴水也不是空瓶啊。它只有写说不能超过满水线，它有，那这样子也可以打吗？好像也可以哦。小米，这说明这么烂啊？那这样子买小瓶跟大瓶有什么用？那你如果用大的瓶子，我不要。不是空瓶，我只要装一半水就。大的瓶子应该，你如果装一半水，上面这里你就是浪费很多二氧化碳吧？是不是？因为它溶解在里面，它要把上面填满二氧化碳，它才能溶解到下面去啊，是吧？它意思就是你要水越多，它才能打进去越多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浪费的越少，就是溶解进去的越多啊。理论上是这样吧。拍完了没？结束气泡水机。